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们让强匪变成是一个女性的角色，然后呢她也是一个母亲的角色。那其实我在戏里面我是女儿的角色，然后我的母亲在家里等着我回家过年。那这个母亲呢，她也是为了要养她的小孩，所以她才铤而走险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想要放大这个角色的戏，然后就想说那这个角色不能单纯的只是一个灵眼而已，他的戏就会要很重，戏要很好。然后我想到我身边戏很好的朋友，就是陈意涵姐姐。哎呀，因为歌唱不好。拍摄的是《南方的月亮》这首歌的 MV， 然后我们这次呢特邀到陈意涵来当我的女主角进来，谢谢陈意涵。看起来像强匪啊？没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们让强匪变成是一个女性的角色，然后呢，她也是一个母亲的角色。那其实我在戏里面我是女儿的角色，然后我的母亲在家里等着我回家过年。那这个母亲呢？他也是为了要养他的小孩，所以他才铤而走险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想要放大这个角色的戏，然后就想说那这个角色不能单纯的只是一个灵眼而已，他的戏就会要很重，戏要很好。然后我想到我身边戏很好的朋友，就是陈意涵姐姐。哎呀，因为歌唱不好。不要做傻事。对啊，你不要再做下去，你抢那些没多少钱。对，不需要。不要傻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来我们这个加油站有在缺人。其实我们有在，180我们有在缺哦。调等一下调一下铃声吧。要跳起舞了。其实我小时候是芭蕾没有学完才去当强匪的。出去，你也不知道。你知道什么时候最适合做坏事吗？中午。不吗？因为早晚会有报应。打妹不可以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做坏事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第一次对戏，对。然后呢，其实我觉得意涵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，然后他一下就进入那个角色，一下子就可以爆发出那个能量，然后你就可以被他带动，这样，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这些。因为你知道拍 MV 有时候啊，就是一天的时间，我们不能太多时间磨戏，所以就要找很精准的人来，唰唰唰，迅速这样子，拖上去就上去，真的。对，等下先拍到，他刚刚站在那边翻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碰鼻子了，哇塞，哇塞。他说他看到脚本的时候他就已经真的很感动，还是因为大家都有小孩，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？有可能，妈妈们。对，这首歌叫《南方的月亮》，其实很多人都是北漂离家去。追寻自己的人生的梦想，这样。然后呢，我自己也是，就是南方的孩子，所以希望这首歌在过年的时候能够给大家一些温暖的力量。然后真的很想哭哎，我光看那故事，我想说，对，其实故事很感人。对，我一看，我说也太可怜了。我在车上一看，我想说，我就眼眶泛泪，我想说，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有共鸣，开心就是。可以在过年的时候推出一个这样子温暖的歌曲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回家过年，大家都平平安安过个好年。谢意涵，谢谢。哎呦，上去，上去了吗？啊，天哪！谢谢你来，谢谢你哎，早点回家。太快乐了，来啊，帮我躺一下。我以后长大都要拍 MV， 长大以后都要拍 MV。你还没长大，你还没长大吗，姐姐？拍 MV 怎么那么开心？你都已经上过姐姐了，拜托，不要在那边给我装小。谢谢你，导演，希望有一天你弄一部戏找我们两个来演哈。你不是要先弄舞曲给我吗？先弄舞曲给你是不是？对啊，舞曲。他先弄一个舞曲给我。来个摸摸二。